Morning. Welcome to the main session check, which is hosted by the Coast Cup And today our speaker wants to brings the Acio. It's by. Uh, what is the name? <laughs> Sorry, Cooper. Uh, it's by P Cooper's. Yeah, uh, and you can find the Slido link in our session agenda, which is in uh, our website. You can check the link in HackMD. Yeah.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please leave in the Slido, and we will. We'll check that question after the talk. OK，那 <noise> 欢迎大家来到主议层轨。那今天呃议程是由那个 Cooper 带来那个 Acu。对，然后有任何问题的话，你可以在官网的那个我们那个 Agenda 里面找到 HackND 里面有 Slide Link，然后我们等一下会看这个 Link 的问题。好，那先看，谢谢。好，大家好。那我今天要讲的这个题目是是 a q u 这样。<noise> 那这是一个我们公司最近 release 出来的 open source 专案，那是一百趴台湾人制造这样，所以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扫一下这个 QR code，然后上去看一下这样。这 QR code 我投影片结尾会放。好，那我是谁？我是 Cooper，我现在是在 Canada 担任 Data Engineer 这样。那我平时就是专注在这疗开发，那主要熟悉的是 Trino 这套做一资料整合的一个分案式系统。那我平时开发的主要语言是用 Java。那今天这边投影片呢？ 想要讲的是有关呃，阿 Q 是什么这样，以及我们当初为什么做阿 Q 背后的动机，看到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然后还有讲一下就是阿 Q 它带来的好处，以及一些使用的 example，跟最后看一下阿 Q 的整体架构是长怎么样。然后我们后面会有一个 ChatGPT 的一个小 plugin 这样子，就是跟阿就是看看说阿 Q 这东西跟 ChatGPT 整合起来会跑出什么新火花。好，那什么是阿 Q 呢？ 阿 Q 这个词其实，在拉丁文很早就有了，只是它真的被发扬光大是在那个《哈利波特》嘛。就大家如果玩那个《哈利波特》那个游戏的话，应该有知道，就这个词就叫阿 Q，然后就是把一个东西很快速的召唤到自己面前来这样。那我们做这个 project 用意其实是希望，就是希望可以在茫茫的资料大海中呢，快速的探索到自己想要的资料，然后召唤到自己眼前来。对，那我们。 一开始做阿 Q 的动机是说，我们其实在企业的资料开发过程中，发现到其实你要让它 scale 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从下面这张图可以看到，就是说最左边就是 raw data，最右边是 d a s t r o a r tool，就是像资料呈现端，比如说 BI tools，或是网页报表这些东西。那最左边这一块一路到最右边，其实大部分的时间都是 data engineer 来处理这样子。 那可以发现，说其实 Data Engineer 要处理的事情很多，不是只有把资料呃从 Raw Data 拉出来之后做一遍资料清洗嘛？那做完资料清洗之后，你要来切 Table，让它变成是可用的资料。然后通常到这边之后，就是刚刚讲那些步骤，资料清洗还有切 Table，但是事情往往不会这么简单嘛？Data Engineer 不可能到这边就结束了。对，很快那个业务单位还有资料分析单位就会打电话给你说：“喂，那个谁谁谁。” 我要调一份资料，你明天可以给我吗？对，喂，那个谁谁我我等下就要这样子。那你就开始就想说，哎、欸，我都已经把资料切好了，那为什么没有办法直接应用到资料分析单位？因为他们可能不熟悉资料工程师切切出来那些 t 到底要怎么使用，每个栏位在干嘛，他们也不是很清楚。啊，再来是他们其实可能对 SQL 也没有到用的，没有办法用到很深，所以就变成是这种呃重担呢，就落到又又落到 data engineer 的肩上这样子。那 就可以想象，第二子你又开始要想，哎、欸，我要怎么去应付这个业务情境？那可能就要开始再切二次表，再基于一个表再建另外一张表，然后可能还在做一张 view，然后里头写复杂的 C，q 去处理这件事情，就是这边中间这个复杂的逻辑。好，那从这边我们就会发现，就是说，其实这个资料开发的过程中非常复杂。那我们要怎么去解决这些事情？首先。 我们有没有？我们要找到一个方式去想办法解决，让这个复杂的资料库或 table 本身变得简单，然后还要强化前端跟后端，也就是资料分析师跟资料工程师他们的协作，怎么样让这个过程变得更顺畅？然后还有就是，如果在呃快速的业务变动的情境底下，有没有办法呃快，就是让这个开发流程也快速的跟进，然后想尽办法让这些事情变得更划顺这样子？对，那很快。 大家有看到这张梗图吗？就是 data engineer 永远都是夹在中间的那个人，这样子，就是 data 分那个资料分析师，他就提出他的需求嘛，那 data engineer 可能就是开始做一堆有的没的、啊，对他不只要处理 data platform 本身，还要负责业务情境那边的需求去处理这样子。他有时候也可能 data engineer 扛不住了，data a n a l y s s 可能会自己跳下来，变成 data engineer 来处理这些事情这样。那其实这种状况不是只有。 资料开发会这样的套用到另外一个领域，其实有很相似的事情，就是网页开发。网页开发大家可以想，就是 Backend Engineer 其实也有点像是 Data Engineer 的角色，就是把资料准备好，然后开发出对应的 API 之后往前端送嘛，对不对？前端前端可能在根据这些 API 在凑出他拼凑出他自己想要呈现的东西，对。但是网页开发其实经过了这么多年严禁老实讲，有一套工具去。 解决了这样子的问题啊，就是叫 Graph QL。那 Graph QL 它很有趣的一个点是说，它其实就是一个 API c o d e 然后就可以去帮你处理好，呃，你所需要资料，而且是很有弹性的去处理这件事情。那它是怎么做到呢？其实它是透过两个部分，一个是 Schema，另外一个是 Query。那左边我这边有提供一个范例啊。那 Schema 部分就是从 Book 一直到 Inventory 这一块，那最后面有一个 My Query。那 My Query 里头这边 大家也看到有一个 m e s s a g e 叫 get book，那里头的 argument 是一个 U I D，然后会传一个 book 这个物件回来。那这个这个 book 的物件本身它包含什么？除了它自己的基本资讯以外，还有 reviews 跟 inventory 这两个物件都嵌套在里头。那假设如果今天前端下 get book，它要查 U I D 是 a 八六的话，它就在里头写自己要的这些。 那个栏位是什么？不过这边也看，它 reviews 里头没有去加 u i d，还有 inventory 也没有加 u i d，因为那是他不想要看到的东西。好，那 g r a p h q 就会很聪明嘛，他就他就那就不要回传嘛，就不要回传这种，就可以很快速的去处理这些事情。那其实从这边也看得出来，我我的角度是会觉得说 g r a p h q 其实算是很好的把前后端的开发流程做了一个强化，然后让整个事情变得更有效率。原因是在说，其实透过 schema。 本身的话，你可以很动态的去加你每一个物件本身它需要的栏位是什么。那它如果需要一些新的物件在，在外在底下外加就好了。那这些事情你还是可以维持在原本的 Get Book 这个 Query 里头去处理这样子。那右边前端那边也很好想象，就是假设我今天不想要什么栏位，那我就不要在里头加就好了，就就可以很轻松的去做到你过滤资料，然后很应该说很弹性的去处理资料资料处理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就想，有没有办法把 GraphQL 的这个 schema 跟 query 的概念拉到资料开发里头来，让资料工程师专注在前面这块的东西就好，就做第一轮资料清洗跟 query table 的维护这样子。那中间的这个比较偏业务逻辑的东西的话，有没有办法拉出来变成另外一套工具来 handle 它，让它更有弹性？对。 这就是我们的想法，看有没有办法把中间这块东西引入 GraphQ l 的一个概念进来，让它变得更更有弹性。好，这就讲到，这就,就回到我们 AQL。我们 AQL 的话，就是跟 GraphQ l 一样，我们也是分成两个部分来看，一个是 Model Definition Language，另外一个是 AQL r Query。好，那我们 Model Definition Language 的话，各位可以把想成就是 GraphQ l 的那个 Schema，那我们就是在实体表上面建立成一个抽象层，那。 有了这个抽象层的话，你就不一定什么东西都必须往 database 里头那边去建嘛。比如说你要建立一个抽象表的话，你不用在 database 里再建一个额外的 view、额外的二次表来处理，它就是一个这个 high level 的一个层次去看这件事情这样子。好，那我们这个 model definition language 的话，有定义四个物件是 model、matrix、relation 跟 view 这样。那 model 的话就刚刚讲，就是实你可以讲就是实体表的一个抽象层。那 matrix 的话呢？ 它各位可以想象一下，就是一个 group by 的结果。relation 呢，要表达就是 model 和 model 之间是怎么联系起来的。它用到 SQL 的话，就是 join condition 嘛，怎么样从一个表连接到另外一个表。那 view 的话呢，就是一串预存好的 SQL query，就是大家熟悉的那个那个 view 这样。那另外一块就是 a r c q l query 的部分的话，我们是希望不要去推翻 SQL 了，我们没有要挑战 SQL。 就是还是尽可能跟 s q 语法很相像，但是我们提供一些语法糖。这个语法糖呢，就是根据阿 Q 这边 MDL（Model Definition Language） 那边定义好的东西，呃，去做延伸。就好比说，我们后面等一下我范例我这边简单带一下，就是以下面这范例为来看的话，Lightning 本身它其实没有 Customer 这个资料，可是我在我我,我透过我透过 MDL 把 Customer 跟 Lighten 还有 o r d e r s 去做连接，我在这边就可以一路点下去，我就不用写任何 Join Condition，因为 Join Condition 已经定义在这个 m d o 里头了。然后除此之外，我们有提供一些额外的浪打方序或 Array Array 方序来方便我们 Arcu Curry 那边，呃，更好操作，更操作起来会更直观好，我先讲 Model 的部分好了。Model 的话要怎么做操作呢？我先举举一个简简单的范例，我拿 TPCH 的。 table 叫一个叫 supplier 的 table，还是蛮小张的。那我右边呢，就直接把它呃建一个 model 出来，就直接基于这张表。所以我右边它参照这个 sql query 就是 select from 一个 supplier。然后各位可以注意到，就是说我这边栏位其实没有跟左边的 supplier 的实体的栏位是一模一样的。会发现说我少了两个 column，common 跟 acctbal。那这其实就是一个做抽象化的好处。 就是假设今天 Data a n a l 发现说，其实这些栏位根本没有必要铺路出去给分析单位知道，他们不需要。那我可以就在这一层去做过滤。如果我们是在 Data Base 端的话，要怎么处理这件事情？你没有没有其他办法，你就只能建 View 嘛，或者是你自己亲自写一段 Query 给他，对吧、啊？那你反正就是我们可以透过这个方式去建抽象层之后，去弹性的去新增或去删减这些 c o l o r 这样。那好比说，假设我今天想要对一些栏位去做呃。 改动，好比说缝，好了，缝的话，我会觉得它是一个机密资料，我觉得它不应该，不应该完整的去公开给所有人知道。那我就想要做一些资料屏蔽嘛，那我要怎么做？我可能把后视码，诶、欸、变成叉叉,叉叉叉叉这样子。那我可以就就可以透过 model 里头，提供一个叫 expression 的这个这个属性，在里头去填写说，我要针对这个缝去做什么样的操作，也可以透过这种方式去做变形。那其实这每个 model 的话。 最后交到使用者手上，他不会有任何感觉，他就是觉得就是一张 table，他就是可以很简单的去给他下 query，select s, <noise> <S l a name，汇尔条线这些很很基本的操作都可以直接用 r c s a l query 去处理这样。再来是 relation，relation <noise> rel 就如前面我提到的，它其实就是讲 model 和 model 之间本身要怎么去做连接嘛。那这边举一个范例，是我拿 supplier 这张表跟 lighting 这张表去做连接。那我们用 relation。 去把它连起来，那中间需要一些必要的呃这个填写的东西，像是第一个是 condition 嘛，就是我要怎么去让这两张表连起来？它连接表的依据是什么？其实就是 join on 的那个 condition 写在这里面。那 models 的话就是两张 model，它是呃从左至右这样排，比如说 supply 对上 light，en, 那这边的话就 supply 点 key 对上 light 的 key 这样子。那它的 type 的话，我这边举的范例是一对多。 Supply 就是供应商，那 Light 嘛，可以把想就是订单，所以一个供货商他可能会下很多出很多货嘛，对，那所以 Supply 对到 Light 它就是一个一对多的关系。那左下角我们现在看一对多这件事情，我们要怎么表达？在 Supply 里头，我如果要去新增 Lightens 这个栏位的话，表达它是一个一对多这件事情，那它底下我们就会用一个 Array 的方式来表达。从这边也看到，就刚刚我讲的，如果是一对多的话。 还有多个多个栏位的话，我们就是用 array 方式来来来来呈现这样。那右边 relation 呢，就是直接使用 supplier lighten 来表达这个 one to many 的 relation 这样。那右边的这个 lighten 呢，呃，我们反过来看，如果 lighten 要对回 supplier，那它就反过来变成是 many to one 的 relation 嘛。那既然是图案 relation，就没有所谓阵，就不就不需要用阵列来表达它。 那我们就是直接对应到物件本身，这边的 type 就会是 supplier，然后用的 relation 直接使用 s l a t e supplier lighton 就好了。阿 Q、啊、这边会直接去判断说，哦，它是反过来的，它是 many to one 的一个 relation 这样。那我们今天如果要下阿 Q 的 query 的话，该怎么去处理呢？我这边举一个范例，我拿三张表 lighton、line, supplier 跟 nation 来做范例好了。假设我今天在这个里面我都把它定义好了，它们每一个都是 two one 的 relation。 l i g h t e n 对啊，supplier 是图 o s u p p l i e r 对啊，nation 也是一个图 o 的 relation。在 SQL query 里头，如果我今天想要在 l i g h t e n 这张表里头去看它每一个货品出货的货品里头的供货商的名字是谁，以及它供货商所在的国家是什么，其实透过 SQL query 就可以很简单的就下 supplier 点 name，supplier 点 nation 点 name from l i g h t e n 那对应到原本的 query 会长怎么样？其实你就必须把 Lighten 跟 s u p p l y 跟 Nation 都下 Join Condition 去做连接嘛，只是在 RQ 我们不用这样做，因为这些 Relation 其实都已经定义在 s u p p l y Nation 跟 s u p p l y Lighten 里头了，所以其实这样写法就更精简嘛，操作起来也很直观嘛。就是你可以想象，如果今天是资料分析师的话，他就不用想说，诶，我如果要看 s u p p l y 的名字，那我要去找，我要怎么找？那它的 Join Key 又是什么？那如果我要跟国家名字？ 去做整合的话，我要我又要再回头去看，哎，终于可以是哪些这样子。如果透过阿 Q 的话，因为这些东西都已经预先定义好了，那你就可以很直观的，像是把 Lighten 直接当做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 View 这样的感觉，然后一路的点下去就好了。好，那我们反过来看 Too Many 的这个 Relation 要怎么做呢？好，我们拿 Supply 跟 Lighten 来看，Supply 对对上 l i g h t n 就是一对多的关系嘛。那前面提到就会是用那个。 阵列的阵列的阵列的方式去表达表达这件事情，这样子。那在 SQL Query 里头，如果你直接去对 Supplier 那边去下 l i g t e n s 这个栏位的话，因为 l i g t e n s 前面有提到它就是一个阵列结构嘛，那呈现的结果会是什么？就是呃一个 Key，每一个 s u p p l y Key 它后面对到这个 Lighten，它会是一个直接就是一个 Array 结构，只是 Array 里头的值呢，就是 Lighten 它每一每一笔资料的那个 Primary Key，这样对过来这样。 那如果对到一般的 query 的话，其实就是一个 array h g 的操作了。我们就是把 supply 跟 light 去做 join 之后呢，然后根据它的 primary key 再去做，再去做这个呃，再去做聚合这样。好，那刚我提到就是说，因为都是 array 的关系，这些 type 都是 array，那使用者在操作的时候，其实就没有办法很直观的。 像直直接像图案那样一直点下去嘛，所以我们就提供了一些 array，还有 lambda 方式，让它比较方便的去操作这件事情。好比说，今天我要从呃、uh, supplier 来看，我想要知道说每个供应商他在 ship date 一九九五年4月一号之后的总收入是多少，然后个别都列出来。那我要怎么处理呢？这边有提供一个范例，我们有提供 array sum、transform 跟 filter。 那就可以很直观的想象就是说，因为它是每个每一个 supply key 它对到的都是一串 array of lightning 嘛。那我们第一步就是先做过滤，先做1995年0401去 date 的过滤。过滤完之后呢，我再把它做 transform，我要把它变成是 revenue，就是收入。那收入的公式就是写在这边，就是透过 transform 来去做来去做处理。这每一个 extended price 跟 discount 都是 lightning 的每一个 column 这样子，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 primary key 就一路。 先过 filter，filter 完之后，它再变成收入，那收入最后再做加总嘛？因为我们要看的是它每一笔出货单，在一九九五年四月一号之后 filter 完，然后做加总。这样讲可能比较，这样写可能比较不好理解，所以我们我觉得我用底下的方式来解释会比较好，就是 functional programming 的概念，就是直接想想就是 supply 点 line 点 string 点 filter 点 map 点 sum 这样子的概念。 那这部分其实我们也有在想，就是说是不是要把这种 array 嵌套这些法直接变成下面的语法来表达会比较直观。我这部分我们就还在研究，看要怎么处理，目前还没有实做这一块。这样，好，再来是 matrix matrix 话，呃，我前面有提到说它其实就是一个聚合后的结果，就是一个 group by。那聚合的东西，既然它是聚合后、聚合过后的东西，它一定会有一个数值在那边嘛？你要你要聚合成什么？ 所以最后有几个基本属性要先填，首先是 major 跟 dimension。那 major 的话就是刚刚提到的，它要聚合那个数值。我以这边这个范例为例，这个就是来看 revenue 啊，我是讲的是总收入嘛，那收入一定是某个值的 sum，就是一个加总。那这边的话就是针对 total price 来去做，再去做加总，然后定义好这个东西就是叫 major。然后呢，它要根据，那既然是一个 group by 嘛，你你一定要有那个 group by 的一个 column。 那这个 c o l o r 我们在这边我们就把它叫带面群这样子。那以这边范例我们就有一个带面群叫 c a s key。然后最后是 time grain。time grain 的话就是假设你今天要把时间维度一起时间的属性一起拉进来看。假设你有一个呃时间来位叫 order date 好了，那我要去对它做聚合的话，我们就会想说，哎，其实我不可能只单看 order date 本身啊，就是我可能还会想要用时间颗粒度去切，比如说我要摆页，我要摆 month 去做切割。 那比较特别一点就是说，我们现在 revenue 其实只能绑在 model 上面，我们没有办法，目前还没有办法，就是 matrix on matrix 或 matrix on view 没有，我们现在就是只能先绑定在 model 上面。所以，我们这边这个 model 呢，就是直接对应到我们前面 MD o 讲的那个那些 model。啊，假设我这边是假设我们已经有定好 orders 这个 model，对。然后后面这个 preagg 比较特别一点就是说，我们其实 matrix 有意识到它其实是一个。 它其实是一个呃呃聚合后的结果嘛，那其实它花的时间可能很长，可是出来只要并不多，所以这些东西有没有办法去做加速？我们就是如果你开启这个 annotation 的话，你就是可以直接把它往 duckdb 塞就好了。那 user 在下 query 的时候，其实直接从 duckdb 里拿来做到加速的效果。好，那 matrix 其实就是一使用者他其实也没有感觉，他对他来说就是一张很普通的 table 这样。可是这边要注意说，假设我今天想要针对时间栏也去做聚合的话。 那我必须用一个叫 roll up function 去把时间栏位拉进来，一起做 group by。那假设这边我这边有一个范例嘛，我就是拿 order date gran 这个时间栏位，然后我要摆 year 去做聚合的话，就要用 roll up 去处理这样。左边的话就会摆年，然后一九九二年嘛，在一九九三年，对，然后跟 cast key 一起做 group by 这样子。好，再來是 view view 就还好，就大家知道的那个那个 view 就是一串一串 SQL 嘛。 那只是这边的话，可以放的。这个 view 可以放，就是我们 a r i u e 的 query 这样子，就好比说 transform 这个方 u 其实在一般的 SQL 里头是没有定义好了。那这边的话就可以直接这样写。假设你今天写的那个那个 SQL 很长，那其实 user 他们其实根本不知道该怎么下的时候，你就直接定义在这边。那 user 就很简单嘛，就直接把它当一张当成一张 table 来处理就好了。只是我们现在有一些限制，就是说 view 本身是有那个顺序是是很重要，就是假设。 今天 o l d e r keys 好了，还用到还用还有用到 o l d e r s view，o l d e r s view 其实是在，呃，它也是一个 view，那 o l d e r keys 就必须放在 o l d e r s view 之后，如果反过来顺序反过来的话，目前的话就不能这样操作，这样，这是我们现在的一些限制。那最后来看我们阿 Q 整体的架构，阿 Q 的话分成这几个部分，我们有十座一层 interface layer 是 wire protocol，那 pg wire protocol，那 wire protocol 各位就把它想成是 client 端跟 database 端沟通的一个渠道。 那其实各个 database 都有实做啊，只是我们拿 PG 比较通用的，呃，比较受大家喜爱的一套 database 来来实做而已。这样，那实做这个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说，我们不用再维护下游端的说 library，就好比如说 BI t w o 很多 BI t w o l 比如 base 啊，TID，呃，不不是那个 Tableau 或是 Power BI 这些工具，它们本身就有支援 PostgreSQL，我们就可以直接拿来用。那 JDBC、PC Core 也是可以直接。 直接直接直接连上，连到阿 Q，因为我们有时做 PGY Pro 这层 spec 这样。那中间呢会经过一大段的这个 SQL rewrite，这个 SQL rewrite 呢其实就是把前面讲的一些 MDL 跟一些语法上的部分，去把它写成 data source 端能读得懂的 SQL 这样子。那前面有提到 p r e a r e g a t i o n 这一块嘛，我们这边也去判定说说，假设你 user 今天下的这个 SQL 其实老实讲从头到尾都只用到 matrix。 那这个 matrix 东西我已经预存好在 DuckDB 里头的话，我们就直接往 DuckDB 送，来达到加速的效果，这样不用每一串 SQL 都往 Data Source 端跑。对。那我们现在目前 Data Source 的话是支援 BigQuery 跟 PostgreSQL，然后后续可能还会支援其他的，不过就可能还在看大家喜欢哪些，我们还在规划这这段路这样。好，有关 AQL interface layer 的部分，其实我们之前在、呃、PGY protocol 的部分的话，其实我们之前在那个去年的这次 Conference 就有报告过了。那有兴趣的话，各位可以上去看一下，还有影片也就放在 YouTube 上面了。然后中间这个是我们 CTO 的一个 Post，这样，它其实有提到一个有趣的观点，其实 PostgreSQL 已经不再只是一个 database，它已经快变成一个标准的 protocol、呃。而不是只有我们 AQL 去实做 PGY protocol 的这个 spec 而已，其实很多人很多 DB 都有去做这件事情，看到都是第一个它。 用户够广嘛？对，那连接的 tool 也够多，可以使用到它它它用它下边的很多生态系这样。那这是我们 MetaBase 的一个范例，对，就一个使用操作啦，就是可以就是想说我们其实，阿 Q 本身是可以接到很多 BI BI 工具，那目前的话我们是支援 MetaBase，那接下来的话会考虑 Tableau 跟 p r o BI 也连接上来，这样资料分析师的话就可以直接无痛的。 使用 RQ 啊，它就可以直接下 RQ Query 在 m a r a d b 上面，然后去做一些资料视觉化呈现的部分这样。那 p C s q l 的话就是呃 PostgreSQL 的 command line interface 啊，那这边只是很简单的举一个范例，我拿 RAW function 去做举例，然后这边直接下操作，然后呈现出结果这样。再来是蛮有趣的部分是 ChatGPT ChatGPT 的 plugin 啊，就是各位想各位想就是假设我们今天已经有 m d O。 m d o 其实已经把 database 复杂 database 它的 table 本身都已经连接起来了。那这其实等同于是告诉 ChatGPT 说：“哦，我知道了这整个资料库的全貌了。那它是长怎样，我都很清楚。那 ChatGPT 有没有办法下更精确的 SQL？我们就尝试去想说：哎、欸，那这样子是不是有搞头？这样？那我们就试了一下，就发现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啊。因为 ChatGPT 第一点，它不懂阿 q c query 怎么下。就我前面提到，我们有很多。 克制化的 array function，克制化的 l a m b d function，然后还有很多，还有那种点的用法嘛。啊确 h 不懂啊，他知道还是那个普世价值，大家知道那个 SQL 这样。所以我们就变成是我们要写一堆的 rule 去这个调整它，这样去教他说，哎，你要怎么用，就是压着他的头，逼他用 SQL Query 的语法去写这样子。然后就训练出来的结果就大概像这样子，就是这边就可以直接用那个自然语言嘛，就大家。 去中文直接去问他这样子，然后透过这个 plugin 去呈现出最后的结果。好，最后我们这个回顾一下，就是我们阿 Q 做了什么事情这样。首先，我们有这个 M D O 这件事情，那 M D O 的话就是把把你的实体的资料库里头的实体表去做一个抽象化。那再是 o n d e m a n d i n g q u e Generation，就是讲的是呃我们阿 Q 提供的那些语法糖。那我们这些语法糖的话就会。 呃，我们判我们读到之后呢，我们就会根据情境嘛，去产生出对应的 data source 端它的 SQL 该是什么样子，对。然后再来是 consistency and reusability，这个比较抽象一点，不过想表达的就像像 metric 的这种定义，每个就好比说 revenue 这件事情啊，revenue 可能每个大定义的数值可能都不太一样，那这没有办法去做一个统一。那其实就可以透过 metric 那边去定义那个 m a j o r 嘛。 那它定义好之后就 fix 住了嘛？大家看到的那个每一个 matrix 都是一样的东西，不会说，哎、欸，你这边一套 C q a l A，那边一套 C q l B，然后大家定义的东西都乱七八糟都不一样。然后还有 reusability 的话，可以想象是 model expression，好比前面提到的那个资料屏蔽部分，那个缝那里头那个 expression，我想要做资料屏蔽，我已经写好定义好在那个 model 里头，大家就不用那边每次资料拿出缝出来说，哎、欸，这机敏资讯不能随便泄露，这样你就必须你就必须那个每一串 C l 又再重写一遍。 就这些东西都可以定义在阿 Q 这个抽象层里头，来达到复用。再來是 Matrix 的 Preaggregation in DuckDB 这样，就前面提到那个 Matrix 本身，我们是可以下一个引导查询叫 Preaggregation，然后往 DuckDB 里头去送。那我们就会定期的周期性的去呃拉资料，然后把它存在 DuckDB 里头。那使用者在查询 Matrix 的时候就有加速的效果这样。那最后是我们有实做了一层 PGY Protocol。 让我们可以更快速的连接到下游的很多工具，像是 BI t w o l JDBC 跟 PC 库。SQL, 对，好，那我今天演讲到这边讲啊，这是我们那个官网的 QrCode，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就可以上去看一下这样，然后能的话也帮我们到 GitHub 上面按个 Star，对，然后就给予一些支持这样，好，谢谢大家。好，我们那个刚刚看到那个 slide 有个问题，然后我们到那个 slide 看一下。 哎，这个可以取到群，还是要按那个 F11。啊，对，啊，我们切到这里。啊，在开发 Arcus 有遇到什么问题吗？其实蛮多的，因为，呃，很多块。我觉得如果要说最困难的话，呃，有两个东西吧。我觉得最困难的两个，就是第一个是 PGY Protocol 嘛，就是其实要支援 PGY Protocol 这块东西吧。首先你有很多 PG Table 要支援，然后还有就是 PG 的语法本身。 我们要去处理它，然后再就是我们要另外一块就是语法分析那块，就是那个点，比如说你那个 lighten 连到 supplier 连到 nation 这种东西吧，你那个点要去怎么去做分析，然后产生出对应的结果出来。那产生出来之后，你可能还要再看说，哎，回到回到那个 data source 端本身能不能跑？你要根据它 database 的语法定义，比如说 BigQuery，它用的是它用的那个 q u o t e 的话，可能是 backtick。 那你你可能就要针对这点去做一些额外的处理，好好比说一些 SQL 语法它不支援，那你要怎么样去让它可以跑得动这件事情？所以这件事情已经蛮麻烦的啊，就是大多数都是围绕在这些问题去做处理，对啊。好，欸、然后我们这边还有个问题。我呃有两个问题。哦、<laughs> 第一个是你的 pre-aggregate 那边其实算是某种 c a s h 对，那。 那你的上游的 discovery 的机制会是什么？你要如何知道你什么时候该 invalidate 掉好，oh, 我们现在做法很单纯，就是它有一个 refresh 的周期，就固定一段时间就拉，固定一段时间就拉，就这样子。我没有去针对上游去侦追侦测它资料的改动这件事情，对啊。对，所以假设这是一个 metric，那 metric 是跟时间有关的，嗯、对。所以你会期待说，它其实是在某一个 period 以后的资料才会被更新，但是有没有可能？ 这种时间相关的资料是有 delay 的，例如，过了一阵子以后，六个小时以后的数字变多了，那你会知道六个小时以前，那有没有可能是更久以前的资料变多了？其实像这种状况啊，以目前我们状况来说，就是只能 refresh 的那个 period 周期设的短一点，就你要把那个周期设的短一点嘛，让它可以更频繁地去更新这件事情。哦<果>，其实它是可以用一个 config 档案的方式去去记去设定。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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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没有错。 Okay, 那那可以手动 trigger 吗？手动 trigger 要做的话，一定可以做的、啊，一定没问题啊。我说目前的专案已经有资源这样子的 trigger 的方式吗？是没有开出来啊，但如果有需要的话，是没有问题啊。就是、了解。好，<對>那我的另外一个问题是说，嗯、呃，用点的方式去串接，在底下其实就是说你已经定义好了它 relationship，然后它其实会帮你做 join 这件事情。那有没有可能我们右边的那张 table？ 就是右边的点的那个东西，它其实很大。那我们一般在 SQL 下会儿的时候，我们 filter 对象是左边嘛？对。那如果右边很大的时候，嗯、它不是某种那种小小的一种 mapping 的转换，而是例如它也是嗯、呃、非常巨大的资料。嗯。那我们要如何有效的去做 filter？如果我已经知道说我左边也是一个照时间去做排序的资料，那我右边也是照时间排序的资料，然后。 我很明确的知道，说我大部分的使用情景是，嗯，左左右边粘在一起的时候，它的它的那个时间的区间应该要是有某种已知的关系，这种东西是否可以让右边右边也去做一个自动的 filter，或者是有没有语法的资源说让我去做 filter 右边，例如你你可能会是最最后的 s q l c 我们如果 说它没有自动做这件事情的话，那从逻辑上要正确的、正确的做，它就是右右边会变成 array 嘛。那我、嗯、我到最后其实可以做 array filter。那这边有没有办法做自动 push down 的这种功能？哦，我我我把这件事情是理解成，你觉得是要怎么去对阿 Q 的 query 去做优化调整这种事情是吗？对，要不然你应该是会 O O M 啊。O <OM S 1> <就> O M 本身的话。 我们是不管，因为我们其实只有处理 SQL 的转换而已，就是把那个整串 SQL 往 Data Source 那边去丢，所以要爆的话，那也是底层的 Data Source 他们那边可能会爆炸嘛、嗯。对，但有可能 Cost 也会爆炸。对，有可能 Cost 也会爆，炸。没有。其实这也是我们目前在想的一件事，就是要怎么样去把这个 Query 本身有办法去做 Optimize，那这些东西要怎么样去让开发者本身知道说要怎么去 Tune 它？其实这算是一个蛮大的。 其实要去想，像像我知道有些工具，它是可以直接跟 VS Code 那边去做整合嘛，可以直接呈现出来说，哦，它最后的 c q l Query 长怎么样？那你如果要再去调整它的话，你要怎么样回头去 trace 它，要怎么去看它这样？不过这部分的话，在我 m k e q 我这边还没有去规划做这件事情。对语法上的资源也没有，就是我我必须就是只有一种 join，然后我能 filter 只有左边的 table，而不是被 join 的右边的 table 这样子。对，因为其实。 就变成是你要从什么角度看这件事情嘛？就好比说，我今天想要从 Lighten 出发，那我们我的所有组件其实就是以 Lighten 为准，它每一笔资料都要对到什么，对到什么这样子。所以你你讲的其实没有错，就是我们我们现在目前的话，这些 Join Condition 都是以 Left Join 为主这样子，而不是它可以。如果你今天反过来看的话，就是呃，你可能从另外一张表出发，从小表那边去出发，比如说图 N 的那个 Relation，然后你就变成是要用 Array 的方式去做做。 做做操作嘛？OK，Left <Okay, S 2> <對> Join 本身没有问题，但是我想的，啊、我想表达的是说，我可能知道我的右边也是一些事件，然后那些事件很明确就是会发生在左边的事件之后。嗯哼、uh，huh. 所以所以其实我我就必须要，我就不需要去 Join 右边的更早之前的那些 Table 的的的,的事件，因为他他绝对 Join 不到，或者说我不 care。 哎、欸，等下，我这句话我没有听懂啊，就这个就就就是因为我我要把左边当做 base table 嘛、啊、，base table 就是它可能我两种两种不同的时间，然后我要拿某一个某一个 join key 来把它串起来，嗯,嗯嗯，我想要知道说他们的那个时间发生的关系，例如我左边发生了，右边有没有右右边有没有发生？那那右边发生我們，我我们是已知从人类的角度已知说它它一定是发左边发生以后才会有右边发生。 那假设两边都是照着时间的排序，那我就没有理由。例例例如，我左边就说是今天以后的事情。哦,哦，我大概懂你的意思。<對>你于说可能可能不用不用整张表都 join 啊，那个惠尔康地区本身可以把就表现做一层做一层优化这件事情是吗？类似这样，就是我我我我如果左边只是拉今天以后的话，嗯、我右边没有理由去 join 一年以前的资料。对啊，不过我会觉得说，<對>其实这个话你可以在 model 那边先做分层嘛，你可能把一部分的资料。 某个时间体前，只要先做切割，把它变成一个比较小的 table 之后，然后变成 model。那 model 之后，再跟另外一个 model 去做 join，这样子，再写一个 relation 把它拉起来，就是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处理这件事。对，OK，好，谢谢。对，好，感谢。那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啊？呃、哦，就我一个问题，就是像比方说，就是在做这种那个 transformation 的时候，就是 l a n k u a g e 其实蛮重要的，像是呃。 d B t 啊，或者是 FLO 之类的，嗯、他们都会有那个 l i n k a g e 的图给你看，然后给你 trace。那请问你有没有就是相关的、相关的、相关的计划吗？现在的话比较单纯一点，我们还没有弄到 l i n k a g e 啊，就是是有 ER diagram，就是 model 和 model 之间它的 join 是怎么样 join，是哪个 key 去 join，然后有一张图可以去呈现这件事情。可是也仅限于我们 n d O 本，就是 model model 定义好长在那边嘛，relation 点起来。 然后还有 Matrix，这样的一张图表出来，就是很像那个，我不知道你有没用过那个 DB Diagram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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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具啊，就是它就很像 BBI t a b l 那样，就是帮你把那些 Table 本身都已经连，如果东西连起来的话，它就有一张图表出来。然后从比如说从 A 表到 B 表怎么连，B 表到 C 表怎么连这样感觉。可是像你刚刚讲像 DBT 那种 Data Language 的话，因为我们还没有往 Data Pipeline 那一层去想，所以其实也还没有去实做这块东西，也还没有开始构思啊，对吧、啊？嗯，就就还有一个。问 问题就就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好>就啊还有时间吗？Okay. 就是就你们考虑那个犹豫，就是要不要支援那种 function a l 的点的那种写法的主要的，让你们在考虑的主要理由是什么？就只是实作上的困难性而已、啊。但是要做，如果真的大家觉得这样的方式是好的话，就直接直接花扎时间下去下去处理啊，对啊，谢谢，对啊。 那、啊啊、还没有其他问题。江哲你好，我想要请问一下，是你们在设计呃，阿 Q 它的 best practice，他是希望呃我的 pipeline 前面都处理好，然后会有一层 warehouse，那我在 warehouse 上去提供资料给业务端吗？还是他会你会期待它阿 Q 是呃整个去直接去抓取资料源给业务端？ 就是嗯，不太确定他目前设计的呃思考是什么样子。我们会期待就是这些资料都已经在 data warehouse 里面了。那我们是在整个 data warehouse 上面去建一个抽象层。那业务他们要拿资料的话，就直接透过 a r c 去拿，而不是直接从 data warehouse 去拿这样子。所以我们就是提供这层 layer，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才要做 PGY protocol 那一层嘛？它可以透过 BI t o 那边直接呃，比如说 MetaBase 直接连到 m a r c o 然后从然后再里头去下 c r e r e 直接把资料拉回去这样子。对对对。 所以，所以他收益的对象应该是 data engineer，他在拉资料的时候比较方便，是吗？还是呃，还是还是会其他业务端他也会去这样子去拉资料？其实应该是说 data engineer 有一有一个地方可以更动态的去呃调整他们的 SQL query 的感觉啊，或是调整他们的 model。就好比我前面提到的，假设今天一张表，你要把某些栏位拉掉，然后要某一些栏位你想要做一些呃替换操作，好比分那样操作。 缝那样子屏蔽咨询操作，你就只要在那一层 M D o file 里头去调整这件事就好，你不用再回头看你，看你的 database 是哪几个 view，会影响到这些东西，然后还要一个一个去调整自己之前写那些 C c 不用全部都在 A Q 上面这个 M D o 去处理这件事情就好了。对对对对，OK，<好>谢谢，谢谢你的分享。好，那还有其他人有问题吗？ 那如果没有的话，你稍后有问题可以来找讲师在旁边。那我们今天议程就到这边。